学校开学，慈济志工开唱，欢迎家长陪伴孩子报到注册。波特兰慈济人文学校师生相见欢，校长爱的叮咛：慈悲喜舍，诚正信实，这就是我们的校训。携手爱护校园，资源回收方式，志工说分明。所以任何折的、不会断的，都不是保龄，不是六号塑胶。建立默契，身体力行，良好学习环境，大家一起营造。大爱新闻之声美职工孙慈选、杨传元，美国报道。